美国博物馆联盟在华府举行第五届博物馆博览会，台湾二度参展，由台博馆、奇美博物馆、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等五个博物馆组团参加，希望借由参展与国际交流，让台湾的博物馆走向产业化发展。I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my government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cultural ex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So the presence of all delegation here and the booth here shows the strong commitment of my government to connect Taiwa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we are prou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今年中国大陆官方并未组团参加，但有民间的博物馆业者到台湾展区交流。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表示，两岸文化交流并未受到双方政治情况影响。因为毕竟文化不是政治，文化是更可长可久的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抱持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那不只是跟大陆了，我们应该是说台湾的博物馆界跟全球的博物馆界的这些友人，实际上呢，我们会一直抱持的更多的交流，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在做这些事情。美国博物馆博览会今年共有来自全球5000个博物馆参展，来自沙烏地阿拉伯的艺术家在现场挥毫，表示受到中华书法文化的影响，希望以创意融入书法，推广阿拉伯文字之美。